Hello，那我欢迎台湾电视。我要吗？你看一下剧。喂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这部片的导演跟编剧。Hello， 硬的最好，硬的最好啊。就当初在拍片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想了很多，然后就觉得好啦，这个剧情还真的蛮八点档的。然后到时候也找了子轩，我们辛苦的男主角，就是他假日六日的时候，上来啊，快点，上来啊，快点，就是他都会帮我们，就是那个每个假日都会空出时间，然后帮我们拍戏。也要谢谢子哦，就是他真的牺牲了很多，你知道那些针打针，那些踢跟打都是真的哦。真的都是真的，而且他不会介意，然后所以就，而且有时候我还扒到他脸，然后扒到他子，然后他一直骂我，他打了好几下都打不死，就是故意 NG， 对，就是故意 NG， 因为想多打几次，好没有了，不是啊，然后对，然后还有什么，还有什么，好，反正就谢谢大家今天能够来这次惩罚，然后能够来看这部就是我辛苦拍的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妖艳贱货，干嘛抢我老公？你老公不是曾崇恩吗？你都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还要跟我抢学弟？哎，听说等一下高一舞台剧比我们更狗血、更夸张哎，更狗血、更夸张。怎么可能？我觉得我们这个已经够了。啊，我觉得不觉得我演得很棒吗？好啊，那我们回归正题，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全弟妹的舞台剧《海波浪》。